现的第二个来自马来西亚艺术的表演，他在15岁的时候，也就是2005年，在中国的杭州获得了世界口琴大赛的金奖。今天晚上，让我们欣赏他的口琴独奏《威廉·泰尔序曲》，掌声欢迎世界口琴冠军陈君凯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